嗨，今天是6月22号，也就是小女生日的前一天。那依照每一年的惯例，例行公事呢，就是要来去拍个人的沙龙照。去年有拍，前年也有拍，所以今年当然也一定要来记录一下我即将满25岁的这个容貌。好，你看我现在超素，什么都没有化妆，因为等一下它是含妆法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有预约摄影棚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今天一整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是4点半。对，如果这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就挺好。对，这种牛仔路线可以。因为我好像不太适合绑头发。好，那不然我们头发就走这一个。那你这样的小烟圈就是这样子，就有点太失重了那种感觉。现在这样超素，收到吗？很喜欢的耳环，泡芙很适合。现在在选照片，超级多，都好好看。要不要再后置？好诶。OK 吗？我拍完啦，拍了3-4个小时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次的妆容，就是好像蛮适合我的。虽然眼睫毛还是一样长，但真的很好看。然后照片呢，出来成品我也非常非常喜欢。所以呢，这次 Beyond 在生日前夕拍了这样的写真，非常的满意。谢谢摄影师。好的，那我现在要来准备去带这个妆去士林夜市。吃晚餐，今天一整天都还没吃饭，刚刚只吃了2个豆皮寿司。好的，我们一起迎接明天生日啦，拜拜。带着这么浮夸的妆搭捷运，有点不习惯。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该去学个化妆，要人模人样去上班。